正面女警，有没有人说你有张明星脸呢？觉得警察也是个蛮有挑战性的工作，那就经由家人的鼓励，然后就担任警察这样。陈一涵细心又任劳任怨，靠着优异外语能力侦破许多诈骗案。他们是非洲裔的黑人，那他们讲话都会带一些非洲腔，跟讲一些当地的土话。那其实基本上你怎么听都会听不太懂，对，那只能一直反复的听，听出一些关键字，找出他们一些犯罪手法跟犯罪的证据。突发中心，基隆报道。